儿子，爸爸，儿子，醒醒，醒醒，怎么了？怎么哭了呢？啊，来来来，让爸爸看看，让爸爸看看，怎么哭了？啊，做梦了，是吗？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你不要我了，你把我扔在一个公园里，然后领着另一个小朋友走了。爸爸怎么可能不要你呢？是不是？来，你看着爸爸，爸爸告诉你啊，爸爸最爱你了。你是这个世界上爸爸最爱的人。那第二呢？第二也最爱你啊。最后呢？最后也最爱你。不能再哭了啊！你哭，爸爸也哭了。爸爸在这个世界上是最爱你的，你是爸爸最爱的人啊！记着啊，爸爸不会不要你的。你跟我们一起走。爸爸昨天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爸爸在这边有工作，不能跟你一起走。爸爸，我会想你的。跟爸爸说再见。来，爸爸亲亲。走了，走了。爸爸，你送我。走了。你送我，你送我。爸爸。啊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你送都不让我。爸爸，爸爸。你就这么忍心呢？爸爸。这样对大家都好。可我是他爸爸。你是，你永远都是他爸爸。你好嘛你？你怎么回事啊你啊？这病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？
你说你折腾他干什么呀？您不让告诉盛开，盛放出差了，下午有个会，我只能求我爸过来。你行了，行了，我跟这儿盯着，你走吧。那我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妈，那我走了啊。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早上起来就不行了，头晕目眩。那医生怎么说呀？血压忽高忽低，老毛病。你怎么待着舒服？你说。没事，没事。啊？他才6岁。我看啊，就是盛尊回美国，你着急上火了，嗯？你说这孩子，这不都得离开父母吗？哪家孩子老得守着父母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其实爹妈感情不和，那孩子才遭罪呢，是不是？孙子。妈疼的，我心疼我儿子，出来进去一个人。
杨辉，你醒了？怎么了？我刚刚这么叫你，你都不起啊？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呀？杨辉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梦。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事儿了？你的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我也好像想不起来了。啊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嗨，咱想不起来就不想了，好吗？咱们呼噜呼噜醒醒神儿，然后赶紧起床啊。嗯，起来啊。你好，饿了吧你？啊，我给你熬了稀饭了，吃点吧。啊，你比我有福气，比我有福气。这还挺多粥的，粥熬的不错。给您盛一碗啊？那不用不用，我订饭了。没事，您要订饭不嫌弃就来一碗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老了，哎，才知道这个伴儿的金贵。是是是，靠舒服了啊。嗯，来，喂呀，还是自己吃啊？吃，自己吃。哦，好。行吗你？可以。行哈。不烫不烫，温乎的。嗯，晚上吃点什么呀？中午还没下肚呢，是想晚上。你好不容易给个机会，你让我好好露两手。你还没吃呢吧？啊。嗯，有碗，一块吃，倒点。我回去吃，回去吃，回去吃硬的。啊，这垫吧点儿。病号饭，这是。明知不该去想，不能去想，偏又想到迷惘。是谁让我心酸，谁让我牵挂，是你啊。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你负气流浪。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问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这歌我喜欢。这多少钱啊？45。这歌。这歌怎么了呀，辉？我听过。然后呢？好像有路，有车。很吵，很吵。你想听什么我唱，你点什么我唱。然后呢？想不起来了。不是，耀辉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有车有路很吵，这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听到过这首歌？
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。我有一个妈妈。对对对，耀辉，你有一个妈妈。她长什么样？耀辉啊，这是你们的相册，你看，这是你妈。她长这样，你妈妈她现在住在你青岛的姐姐家，这是你姐姐。我有一个姐姐呀。对对对，你有一个姐姐，耀辉。妈妈，姐姐。那我是谁呀？你是她，你看，你叫罗耀辉。在一科技公司上班，罗耀辉。那你是谁呀？耀辉，你想想，你想想，我是谁？你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，特别的熟悉。是谁？在哪儿？我想不起来了。行行行，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，没大事，老毛病了。不，谢大夫啊，谢谢啊。没事，阿姨您好点了吧？好好好，好多了。阿姨您好，歇着。哎哎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我就是刚才想缓会儿，我这靠靠的就刚好。您先歇着，我回去一趟再来。爸，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住院？谁告诉他？医院有内线。别总动口不动手，说点实实在在的呗。恩将仇报，你不让我动手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改天请你吃饭不就得了？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老爷子人不错，兢兢业业，送饭陪床一丝不苟。你能别给我提他吗？你要再提他，这顿饭就没了。我们女人就小心眼儿，那一个错能记半辈子，再多的好都弥补不回来。我们女人就是小心眼儿了，你身为男人，你小心点儿吧。哎，我谢谢你提醒。
我严防死守，我争取不让自己出半点差错。竟然被辞了！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一开呀！啊，你要下班之后回家来吃饭吧？不行，我还要给罗瑞慧做饭呢。他不是会做饭吗？你跟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说一声。行吧。啊。你都有谁呀、啊？没别人，就咱娘俩。行吧，那下班见了啊。啊。啊啊。我不能留你。他要看见你在这生日过不好。我去买个蛋糕，别跟他说是我买的。一气儿吹了啊！许个愿，对了，好闺女啊，来，来，还给你几块蛋糕啊！对了，来来来。来
今儿我的乖乖是不是快乐啊？来，张嘴，来，嗯，好嘞，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。喝酒啊？怎么想起喝酒来了？这是啥话啊？行，给拿去啊。闺女要喝酒，咱痛痛快快的喝啊！来，慢一点儿，这还真挺好喝的。来，再来一杯，慢点喝啊，别喝那么急。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了？跟妈说说，说出来总要比憋肚子里强。我今年31了，31岁是什么年龄啊？是女人迎风落泪又没地说起的年龄。你想我跟你说什么呀？你想听，我的爱情还是事业？这两样我哪一样张得开嘴？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，嗯，我这人生挺奇怪的，就好像走进了迷宫一样，你想着呗，哎，我快熬出头了，结果抬眼一看，哎，我又在原地站着了。我而立之年的时候，我离婚了。今天我生日，我被通知下岗了。我应该庆祝一下吧，今天我生日呢，还干杯。信妈的话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那您好起来了没有呀？嗨，人生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啊。那就是，30岁的时候，我丢掉了一切。现在31岁了，我形式和内容上，我完全都属于我自己了。干杯！盛开，生日快乐！给妈也喝一口。
姑娘，哎，哎，姑娘，没事吧？哎，哎，站住！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有个变态，他一直跟着我，他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别动。说谁呢？谁变态呀？说你呢？说就是你！谁说你？他就一直在后面，他跟着我，他肯定想干什么？他怎么变态了？都闭嘴！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几个朋友，我们吃完饭，我下车要去那边那个老兵酒吧，我要去找那酒吧老板朴老师，我们去聊会儿天。哎，我下车我就看那小姑娘坐马路边上哭，一边哭一边喝酒。我过去看她，问她怎么了，我想见义勇为帮她一下。我还没说话呢，我就问他怎么了，他就拿酒瓶子砸我。我能不拿酒瓶砸你吗？你这跟着我能不砸你吗？我怎么招你惹你了？你把身份证拿出来。有身份证吗你？啊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有身份证？警察同志一定要让他套身份证。你才神经病呢你！什么人都有。哎，把帽子摘了。彭越，是，你刚才说你认识老兵酒吧的老板，你叫他朴老师，好几个战友经常去他那儿，那时候没据点。你也当过兵？当过。什么兵种？坦克兵。什么位置？车手。我是田探长。我算半个战友。你在哪儿服役？南口。北京兵。哎，北京兵好。我们才做的。应该开的是六九式，对，六九式，你应该是八零上下式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警察同志，你喝了多少酒？一个女孩晚上喝这么多酒，在外面都容易出事啊。伤着你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龙哥，龙哥，这边已经处理完毕，马上回去。这幸亏是没事儿，出了事儿怎么弄？行，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你都赶快回去吧，大晚上。咱们有机会，朴老师再去，你打扰你了。哎，人警察同志说的没错，你说你那小姑娘大晚上喝这么多酒，多危险呀！幸亏我是好人，坏人怎么办啊？不能喝就别喝。你给我站着！有关系吗？啊！还有你说谁不会喝，谁不能喝啊？你喝得过我吗？你叫板是吧？没关系，正好我去前面那酒吧，你要不服的话可以跟我喝去，咱俩比划比划。敢吗？不应该啊，王老师，王老师，可能没什么人，估计。王老师，你能不能让我消停一晚上？我没问题，不过酒不行。来吧。我给介绍一下啊，王老师，王普，三横一竖的王，朴实的朴，这帮小子管我叫王朴，朴老师，好的，你贵姓？我姓盛，啊，小盛，老盛，刚过完31岁生日，哦，老盛，晚上好，同事祝你生日快乐，哎，谢谢，生日快乐啊。我们俩发生点小误会，所以我请他喝啤酒。嗯。
哎呀！来块儿呗，糖尿病。你科学家不是说嘛，心情不好的时候吃块糖能让你心情愉悦。来块儿。哎，自己吃。哎，唐老师，我发现这女人真是一个挺怪的动物啊，碰上什么事儿，甭管大事小情，值不值得哭，只要过不去了。就拿眼泪来解决问题，但是所以说女人就是水做的。你说，今天是我31岁生日，今天我的厂子跟我说我下岗了。就在前段时间我刚离婚，我现在没车没房没钱没有自己住的地方，我倒是想向你笑，我笑得出来吗？我，